我们一百四十八号，他说力哈可以表成呢单位时间的动量变化，好，啊力的因次假设已知嘛，好，啊时间因次也知，那么动量的单位呢是什么样的因次啊？好，那你就动量单位哈就等于 Ft 的因次啊，啊就冲量的单位，啊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是那个 m。哦，质量乘以加厚度嘛，哦，加厚度是 L T 的负荷次方，再乘以 T 的一次方，所以这上面啊，等于是那个 M 哈，啊乘以那个 V 啊 ，L 啊乘以那个 T 的负荷次方，或者 M 啊乘以 V 这样子。好，那现在他是说，所以第一小题哈，是等于这个因次的。那第一小题的话呢，是多少？第一小题哈，答案的话应该说，应该是 C， 哦，这一点答案应该是 C。好，第二小题是说，如果动量哦 P 哦写成一个没有因次的东西，它乘以 m 的 x 方 v 的 y 方，那 x 加 y 是多少？一看的话哈，这应该是一啊，这也是一啊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这个动量因次这个嘛，啊这个 m 的因次是 m 嘛，就是它的因次 m x 次方嘛，啊速度的话是 l， y t 的负 y 嘛，啊这个要等于到等于这动量的因次嘛，啊这动量因次的话是等于它嘛，那现在这个因次也是等于它，是 m。L T 的负一啊，所以就知道哈 ，x 是等于一，啊 ，y 也是等于一啊，所以答案哦 ，x 加 y 当然就等于二。